环东北部边境线第十天，打卡大美鸡西，我把最美的夜景献给你。东北部边境线的第十一天，昨天晚上露营在大美鸡西。来鸡西啊，朋友们推荐我一定去吃一下鸡西的刀削面。这个鸡西的刀削面是外地人的叫法，本地人把它称之为山西刀削面。走，咱们现在去尝一尝。为了方便进城能吃到一口正宗的鸡西刀削面，我把大拖和房车放到城外的停车场，开着 T8 单独进来的。景惠山西刀削面，弘扬山西文化，推广山西美食。这家店呢是咱们本地朋友推荐的，说是咱们鸡西本地最好吃的一家刀削面。走，咱们现在就进去。坐这儿。长得挺俊的。哎呀，又夸我们长得俊。来，来，好，坐这儿。有刀削面。要刀削，肯定吃你们刀削，就特意这口来的。对，我要一个，要个大碗的。大碗。你呢？我要那个。后放的。对，后放的，中碗再放还是？我中碗就行，嗯，然后还有其他吗？咱家还有那个辣汤、香肠、干豆腐、海带。来一个那个肠，肠是有名的是吧？对呀，肠有特色。完了，干豆腐来一个。干豆腐、海带、鸡蛋。那个对对，那个鸡蛋来一个，大头菜。大头菜。这都是他们说最好吃的。这就是辣汤是吧？这些吃的都包辣汤拌在一起。对。完了搅在一起，就味道就出来了。对。哎呀，干好！看着都有食欲啊。完了，那个串来不来？咱家串非常有特色。串也行。给你接着啊。串来几个吧，尝尝吧。您说好吃，肯定能好吃。嗯嗯、我相信。都是吃串，跟着串来的多。行，来。咱家牛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行。咱家牛肉吧，全瘦的。羊肉是肥瘦的，羊肉必须得点肥的，要不它不干。中。那个羊肉我本身它干。完了还有胸口，牛胸口也香。完了还有肉筋儿，肉筋儿咱家和牛肉是特色，肉筋儿吧是生筋儿，别人家没有。哎，完了就是有点硬，牙好不要错过。行，你吃什么肉？我吃牛肉。牙好不好？五个牛肉，五个羊肉，五个胸口。哇，咱家面都是手工直接削是吧？对。这个店开多长时间了？26年了。哇。
这技术还得会。这面坨一天像忙的时候得削多少坨啊？哎呀，得个十坨八坨，那不一定了，都没有时间查。面还没好吧，已经忍不住了，先要尝尝他这个他家的特色这个拌菜。我点的是干豆腐、肠、鸡蛋。我先来一口啊。再来一口。这道菜的灵魂就是这个大头菜。你们那边可能叫卷心菜或者包菜。他们家刀削面呢还是考虑很周全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吃辣。那如果你吃不了辣呢，可以要一个叫什么后方辣，先来一个清汤的面，然后根据自己这个口感自己往上浇汁。像我这种能吃辣的呢，我就直接来一个叫这叫什么辣，就是人家上来以后就把那个都到一起了。哎呀，看着都老爽了，老好吃了。忍不住忍不住，朋友们，哎呀，这一大碗分量老足了。嗯、好吃，这面老劲道了，还滑溜，嗯，还滑溜，嗯，老板娘推荐一定要尝尝他家的串啊，现烤出来的，这是羊肉对吧？一个羊肉，一个胸口。哦，羊，这是羊肉跟胸口，羊肉，这是牛肉，完了牛肉没放辣椒，给云朵跟他妈妈吃，这个羊肉跟胸口。我就把它干了，吃面不吃蒜，买点蒜就行。蒜这儿了，这儿必须得吃面吃蒜，味道少少嘛。解说了，吃面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爸，妈妈发快照片，你给爸爸扒一个葱。爸爸扒个蒜，这姑娘真孝顺，让她妈妈给我扒个蒜。我给你扒。哎呀，真孝顺。多幸福，我有两个八方老妹儿。嗯，这串烤的真好。妈妈，我这烫不着。嗯，烫吗？当然要烫，太辣了。妈妈，来一个，你尝一个辣的。面里边我得放点醋，兄弟们，这是灵魂小椒汁儿啊。看两小子，你们点中碗啊，别点大碗，小碗估计都够吃，分量老大了。结果你扫微信吧。啊，行。兄弟们吃饱了啊，消费92元。朋友们，这个早餐太丰盛了，但是我感觉我点多了，味道还不错，但是前提是你要能吃辣啊。特别推荐他这个串儿。这面配串啊，在东北贼享受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现在返回停车场，拖上拖挂房车，继续咱们的旅行。